带着我们仨蹭吃蹭喝。晶晶指定是觉得咱家姐就钱花的太多了，所以给她选一个火锅店。你看人晶晶都懂事，不像你。啊，是啊，她懂事，我不懂事吗？你等吧，乔继晨，我今天晚上我会喝死你。听好了，我呢是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咱俩的恩怨没有一笔勾销。星期五的脸马上给我换掉，我不想天天看着那个人说什么亲爱的啊。